前幾日咧就有新聞就係話，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咧就要同佢嘅家翁啊去切割關係，因為咧依一個袁弓儀咧係被人哋去 accuse 就係話佢即係犯國安法啦咁樣樣。咁咧究竟切割關係、切斷關係啊、斷絕關係英文點講咧？其中一個講法就係 disown 呢一個字 ，disown 即係你可以想象啦 ，own 就係擁有嘛。咁跟住啦 ，disown 就即係不再擁有。咁但係咧 ，disown 呢個字唔單止可以講係我本身擁有一啲嘢就切斷嘅，仲可以講係即係家屬之間嘅關係都可以。所以 Hong Kong lawmaker takes out newspaper ad to disown pro-democracy father-in-law accused of subversion。subversion 就係顛覆政權嗰個罪啦 ，subversion 顛覆個意思。disown 就係切割關係啦。